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睇《识食攻略》，我系识食特工 Kelly。圣诞就嚟到啦，今次一于带大家试下唔同嘅自助餐啦。呢间铜锣湾酒店自助餐用和牛同埋蟹做主题，可以任食超过70款菜式，仲有好多款刺身同埋海鲜拣添。每位客人都会送烧萨摩和牛同埋皇帝蟹肩，啖啖肉好香口，炸和牛都系可以任食噶。而家天气咁冻，食翻个和牛寿喜烧就啱晒啦。和牛好嫩滑。自助餐仲有好多款蟹嘅菜式，呢款避风塘炒蟹好香口野味啊！自助餐梗系唔少得新鲜刺身同埋海鲜啦。圣诞仲有烧火鸡食添，甜品有树头蛋糕、圣诞布丁等，仲可以食到震腾腾梳芙蕾 pancake， 连哈根达斯雪糕都可以任食噶。跟住就带大家嚟湾仔试下海鲜自助餐啦！餐厅可以欣赏维港海景，好超啊！大家可以任食唔同意大利菜，想食到回本首选就试面包蟹啦，大大只超爆高啊！海鲜仲有花蟹、濑尿虾、青口大蚬等。食肉兽就可以任食牛扒、意式烤乳猪同埋猪扒。甜品方面有圣诞树头蛋糕、tiramisu、焦糖奶冻、雪糕等。最后试另一间酒店自助餐，最便宜大概300蚊就食到啦。自助餐可以任食黑松露威灵顿牛柳，仲有即开生蚝、火鸡、法式鸭肝、鹿儿岛牛肉串烧。鍾意食海鲜嘅朋友可以试下唔同刺身。甜品仲有火焰雪山、圣诞树头蛋糕、英式白果甜批等，仲可以任食雪糕啊！click 入嚟文睇地址啦。Yoo-hoo!